适合家养的猫咪有加菲猫、英国短毛猫、库恩猫、布偶猫、中华田园猫等。加菲猫是非常安静的猫咪，它们大部分时间表现得比较慵懒，它比较黏人，喜欢亲近人类，有小孩的家庭也可以养。英国短毛猫虽然比较活泼，但脾气很好，会安静地陪在主人身边，很容易相处。库恩猫体型大，看起来非常霸气，但性格很温柔，非常黏人。它曾经是很出色的家居保姆猫。布偶猫可以和其他猫、狗友好相处，它们对人非常友善，非常能容忍孩子的玩耍，是非常理想的家养宠物。中华田园猫长相可爱，基因强大，几乎不怎么生病，也不挑食，很好饲养。它们比较调皮，个性独特，也很适合家养。